人生到了这个时候，就是一个路，就是要仰望神。就算我们走丢了，神都是很耐心的会等我们回来。没错，我常常在人生的路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喜恩。全新的音乐盒要跟大家分享许多音乐背后的故事，还有好听的歌曲哦。七月份，请大家准时收看全新的音乐盒。